你果然听出了那首诗。万千相思，万千绪。你用这种方式给我相见，你想问什么？你为何会有云雀的手镯？ 你认识云雀？一枚是我心爱之人。云雀曾向我提起你，说你是这世上唯一对她好的人。她给我看过你的画像，所以初次见面之时，我就认出了你。 知我是无风之人，为何还要用假的誓言在暗中帮助我？云雀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云雀到底是不是宫门杀的？ 你是无风之人，不要和我说话。你宫门高位，为何背叛宫门？ 知人大人，我从出身开始就身居后山，从未在江湖中走动。我不可能是无风之人，我也绝无伤害宫室一族之心。但确实，我帮过无风，事情愿违，知人大人只要愿听，我便知无不言。 说，2年前，无风曾派人潜入宫门，试图偷取百草翠。知人大人可还记得？自然记得。那个人就是云雀。 进宫门。 药材的箱子很小，没法藏人。除了你，你练的袭击之术能够缩小筋骨，非你不可。公子，您要的还被焚吗？ 初云重莲一直都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没想到朕让公子培育出来了。初云重莲绝迹多年，只有在当年雪山厚厚的冻土层中，还深埋着一些它曾经散落的种子。我派人寻找多年，也只找到几颗，培育良久，才终究开出一朵。你刚刚说宫元只培育出了初云重莲，不是骗我吧？没骗你。 我就知道你感兴趣，已经绝迹的奇花，竟真的培育出来了，那他必定花了不少心思。怪不得他们一直说，宫门前山出了一个百年难遇的草药奇才。我倒想去看看这初云重莲，也想会会这年纪轻轻的指公子。你不能去。按照规定，我们不能踏出后山半步。你这个人可太坏了。 又要说出让他信仰的那之事，又不准他离开后山。我做人实在，实话实说而已。你最近不是在苦言醉见血吗？怎么还有心思关心前山？
要我说啊，宫门就是宫门，管他前山后山，想去就去。向岳长老提议，是否可以拿云雀作为药人，供月宫使药？我知道你觉得蔡仁远，但如果不这么做，云雀可能当晚就死了。你是谁？不要浪费力气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的内力为什么都没了？不要乱动。你别试图运功，对身体没有好处。既然被你们抓到，我也没想着能活。要杀就杀，多说无益。我们又不是吴峰，没那么残忍。宫门之人还有脸说这个？宫门之人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没出过宫门啊？江湖中所有人都把宫门之人当作凶神恶煞，避之不及。是这样吗？